大家好，我是 22K 小平。上次为大家介绍的是小米五尊享版，这次我要为大家介绍它的对手乐视 Mix 2。它是 5.7 寸 2K 萤幕哦，然后它的优势是它有900的频率。900频率代表什么？它代表就是它可以支援台湾之星 4G 网路速度哦。乐视 Mix 2目前有出两种记忆体容量哦，一种是 4G 加 32G， 另外一种是 6G 加 64G。 我手上这款呢是 4G 加 32G 哦。再来就是我要介绍的是它的指纹感应，指纹感应呢我点一下它就马上会跳来萤幕哦，是非常快的，敏感度也很好哦。有 Play 商店、 LINE、FB。 再来我要介绍它的外观，这个是它的开机键、声音键，这是红外线的发射器，然后装卡的，然后这是 Tape C。 它的前镜头为800万画素，后镜头为2100万画素哦。它拍照有个特别的功能，就是它点进去设定里面会有一个语音控制，语音控制呢把它打开，然后你按拍，你说拍照或茄子，它就会自动帮你拍的哦。来，我们来试试看，我不用按，拍照，它就拍了，超神的。我们用安兔兔实测分数为128,974分，代表它真的很强哦。这是手机，可以播放准音质的音乐哦。都是以 Tape C 来作为连接，所以官方有附赠一个转接头哦。它的充电为快充哦 ，QC 3.0，所以充电速度是非常快速的哦。它还有支援 4K 画质的录影哦。调一下设定，里面会有一个影片画质，就会出现 4K 的哦。最小为 720P 哦，最大为 4K 画质。此手机为金色哦，可是我个人看起来是比较像玫瑰金啦，所以大家不要误会哦，他们的照片是这种颜色的。那还有就是，如果对这只手机有兴趣的玩家们，可到网络上搜寻一些专业的代购店家，帮你进行做购买与逛一些普惠商店哦，不然你拿到手机时是没有普惠商店的。乐视目前就介绍到这里了，那下次如果还有看到不错的 3C 产品 2K 的小屏，我会再为大家介绍哦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